诸位同学请坐。我们接着看长者指的论啊，李长者的论，从佛号不动智这里念起啊。佛号不动智，为无明本空，无体可动，明不动智故。接着说，但有应尽之法，应气之根，如想应身，无有处所，形体可得，名之为智。无可取舍，故名不动。这是说明呢，佛号的表法意思。佛是讲的性体啊，或者呢说是法身啊，法身无相无不相啊，性体法性的空寂啊，所以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而无所不在啊，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啊，为一切万事万物之离体啊。我们前面呢用这个电视画面做比喻，现象呢就像电视显现出来的色相音声，法性呢就好像是荧光幕啊，这个荧幕什么都没有，它也不会被染污啊，它也不妨碍一切色相在这个地方显现变化，不妨碍啊。所以用这个来比喻，诸位比较容易体会啊，如如不动啊，是我们的本性啊。只要到不动呢，这里面所有一切现象啊，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。可是你自己一动啊，这就不行了啊。自己一动就像水，佛经上用水做比喻很多，水在清净不动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就像荧光幕的画面。可是水一起波浪呢，这个里面境界像啊就完全被破坏了啊。这个佛用水比喻，比这个荧光幕还要来得妙啊，我们细心去体会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定的功夫越深，你看到外面的境界也越清楚越真实啊。甚深禅定啊，可以能看得很远很深啊，不思议的境界显现出来了啊。就设方三世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啊啊。那么下面呢他讲他起作用啊，但有应尽之法。这个境界是森罗万象啊，宇宙之间的
森罗万象。啊，他知不知呢？知，知法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没有。他怎么知呢？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你不问他的时候，他就无知。啊，般若无知啊。你问他的时候，无所不知，他会把你讲得头头是道。啊，性相、离世、因果，啊，一丝毫都不差错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呢示现在世间，他不讲经、不教学的时候，没有人向他请教问他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啊，你向他请教呢，他并没有思考，啊，没有想想我应该怎么答你，没有，随问随答，而且答得很妙。妙在哪里呢？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说法，啊，都叫你明了，都叫你满意，上中下三等根性的人啊。啊，佛对上等人说上等法，对中等人说中等法，对下等人说下等法。啊，并不是佛有意思，说是佛有意思，那我们就错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向他请教有心，他回应无意。啊，所以他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啊，这应尽之法了，应气之根，气是人啊。为什么说气呢？人的根气不一样啊，气就有上中下之别。啊，所以他应的就恰到好处。啊，我们凡夫要是啊，或者我们向别人请教，或者别人向我们请教，我们的回应都通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自己没有达到净慧的境界，对众生根性呢也没有办法清楚明了啊，因此往往我们所说的、所教的，对方不满意。有人稍微有修养，表面很客气，背后不以为然了。啊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到处都能看到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无明，盖覆了自信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才真正彻底明了，要解决问题，除了智慧之外，没第二个方法。啊，真舍智慧呀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了解诸法实相啊，啊，
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你真的了解了。可是真实智慧从哪里来呢？从清净心来。啊，什么叫清净心呢？利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本有啊，啊，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把它障碍住了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自信里头本来没有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：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如果这两句话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肯定了，那就知道本觉本有啊，决定可以恢复；不觉本无，这个不觉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一定可以断除啊，可以把它断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我们是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啊，啊，燃上了这些不良的习气，这个习气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燃上这个习气啊，燃的时间太久，中的毒太深，虽然知道是假的，哎，要想断还断不了了。啊，时时有意无意都在发作，有意无意的发作，全是习气在作祟呀。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怎样才能断除呢？修定。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，我们果然能够依教奉行，不要着急啊！为什么呢？着急是烦恼，烦恼断不了烦恼。啊，心里头没有着急这桩事情，所以你着急只是增长烦恼啊，障碍自信，那障碍清净心。啊，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放下了，妙不可言呐。啊，你不着急吗？放下，着急也放下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，放下就是。可是起心动念是太难太难，它太微细了啊，分别执着的相粗啊，啊，很容易发觉，起心动念不容易发觉啊，那是最后一个阶段，你看破一品无明之后的阶段啊，破这个无明无始无明的习气。这个众生有感啊，这个感不但是人，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有感，植物矿物也有感啊，只要有感呢，如来就有应啊，这个地方讲不动智佛了，就是自信了，啊，就是法性了，它决定有因。啊，如果没有因呢，这些所有一些现象就不能相续，啊，它就会断灭掉，啊，
你看外面这个山河大地心，它为什么会相续呢？我们叫相续相啊，就是它也有感啊，法性有因，所以就形成了相续相啊。相续相呢，前面这个相跟后面相绝对不是一个相，就像我们拍这个电影一样啊，拍电影大家很明显能够看见啊，你看见焦距焦远吗？啊，一秒钟拍24张这个幻灯片，张张不一样啊，看到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张张都不一样啊。那个像呢，就说是相似相啊，相似绝对不是完全一样的啊，绝对不可能有两张完全一样的啊。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所以佛讲现象叫无常啊，有两个相同的那还有常啊，绝对没有两个现象相同的，这是叫无常啊。我们人生也如此，这大家晓得啊。我们从道学会来啊，在这里我们在那里学习经教2个小时，离开的时候这个身绝对不是来的时候这个身啊，来的时候的身已经不在了。换了多少身呢？哎呀，这数不清呐。这佛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啊，一刹那有900生灭，一弹指有60刹那了啊。我们就算我们自己这个弹手的速弹指的速度啊，那这样一秒钟就有28000次的生命。我在哪里？还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还要执着这个万物通通都存在。所以佛教啊，迷惑颠倒啊，啊，真的搞错了。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相是虚妄，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应化的相也是虚妄，没有两样啊！只是诸佛菩萨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放下了，心里头一丝毫牵挂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什么都牵挂，什么都当真，错在这里面。啊，这像为什么这个？称之为智啊，这个智不是我们普通常识里面的智慧。你看他这里解释，如想应身啊，这一句话我不知道现在人懂不懂。这个人是回音啊，什么时候就这个很容易发现呢？山谷啊，你在山谷里面四面都是这个高山，你大叫一声回音就来了啊，就回音啊，这个就是如响应声啊，这个回音就是此地讲的响啊，长啸一声呢，哎，一会儿那边也回过来
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，你说是有是无，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，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，无有处所形体可得了，这叫知啊。知没有处所，没有形体啊，所以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。哎，真的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啊，就像山谷里头这个回音一样，无可取舍，故名为不动啊，这心自然不动啊。不可取，你得不到它。既然得不到呢，当然你也就没有损，没有失，没有得失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这个荧光幕啊，这个荧光幕，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你看电视是。你不会是在电视里头哦，这东西我喜欢，我要把它保留得到，你不会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它不是真的，所以你没有取舍心啊，你没有得失心啊。哪一天呢？你真正能把这个世界看出它的真相，原来跟荧光物质里面的现象不有两样吗？啊，人生确确实实是一场梦嘛，我们在做梦，不知道梦境是在做梦啊，梦里头还要取舍，还有得失。啊，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要知道做梦呢，得失取舍就没有了。啊，从前李老师讲经为我们举这个例子。他说你做梦啊，不知道是做梦。如果知道做梦啊，梦到一头老虎要吃你啊，你一定很高兴的，舍身为虎。我说假的吗？啊，你就能做到啊。啊，你梦里头梦着一头老虎追你，吓了一身冷汗，惊醒过来。啊，你不肯喂他吗？你不知道是假的，你要知道老虎是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啊，何必起心动念啊？这种比喻很值得我们反省啊。我们如果从这个里面去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能开悟啊。第三，配当为因果啊，这是什么位次呢？十性位里面第十性位啊。第十性位的因果是什么？妙慧为因，不动智为果啊，一互为因果，这一句话很重要啊。互为因果就是，也可以用不动智是果是因，妙慧是果，它可以互为因果啊。正像我们平常所讲，看破放下。看破是因，放下是果，放下是果，看破又是因啊，互为因果啊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相辅相成
学佛说穿了没有别的，不断的放下，不断的看破。啊，到最后连看破放下也都没有了，那就功德圆满了。啊，这个境界现前在什么地位？圆教初住菩萨。啊，我们这实性，实性下面就是初住菩萨。啊，初住以上那是明心见性，啊，那是真正是不思议解脱境界了。啊，你看，佛菩萨善巧方便呐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了，就是不能说，不能想，哎，他也给我们说出来。也让我们他往想啊，凡是言说想象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啊。但是这个里面妙在哪里呢？妙在因虚妄引导我们证入真实，虚妄有功啊。啊，不通过他们的引导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契入真实。啊，所以慧是因，不动智是果。啊，也正如同我们讲看破放下。看破放下最初从哪里下手？从看破下手。你为什么放不下？你没看破。看破是智啊，放下是功夫没有智慧难啊。啊，放下之后看破提升了，智慧提升了，智慧在提升的时候就更能看破了。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就像爬楼梯一样，一级一级往上升，看到哦，上面还有一层，再一步跨下去，下面又放下了，再上一步，哦，这一步又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下面这个阶级，你才能走上上面。走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全部放下了。为什么也放下？虚妄嘛，不是真的嘛。啊，达到最后的那是真实啊，彻底放下了，真实就显了。妄妄执纷纷放，真实纷纷显啊。古人用月亮做比喻，初二初三的月亮月牙了啊，初四初五月亮哦，对呀，又明显一点了啊，把黑暗放下，黑暗啊，纷纷减，
光明纷纷增，啊，增到十五，满月了，黑暗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古大德用这种比喻，啊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亲眼所见的，啊，这个比喻容易体会。若以妙慧，善简则法，贤之故啊！啊，则法贤之故啊！那么这个里头重要的呢？重要就是善啊，善是慧，善是慧呀。妙慧在这里起作用啊，就是这就是在此地这个扇子善巧方便啊，则法贤智啊。我们今天在一切法里面选择什么法？你看看现在的人，上学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小学、中学，这基础教育，到大学呢，就分科了。他选择哪一个学系，这是法，这法就闲置啊！啊，他有多大的智慧？他选择哪一法？啊，他这法一定是自己的根性、程度、兴趣啊，方方面面。去考虑啊，啊，不是盲目的。最聪明、真正有妙慧来则法的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他的身份是王子，而且是净饭王的长子。净饭王四兄弟当中，他是长兄啊，嫡长啊。在过去制度当中啊，他是继承王位的人。他把王位舍弃掉了，他不要了啊！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他父亲也没办法。一切众生生老病死的问题，这个是大事情啊！啊，今天这个世界。哪一个年轻人啊？他那个时候想到这个问题，十几岁啊，啊，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人免不了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苦啊！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不是真正能解决的啊，也不是经济能解决的。想想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能解决，最后想到的呢，宗教。所以
离家去学道去啊，寻思访友啊，这经典上记载6年啊，也吃尽苦头啊，啊，这个参访了很多啊，当时这宗教界的领袖啊，那些人说实在话也都有相当功夫啊，有相当深的禅定，释迦牟尼佛接触之后并不满意啊，为什么呢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，不能解决彻底的问题啊，最后把这个舍弃掉了。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警觉的，他把那舍弃掉了啊，回到恒河，在恒河边上菩提树下打坐啊，入定。那个定功啊，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开了，豁然大悟啊！啊，这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呢，成道正果。宇宙之间，万事万象的性相理事因果通通看到了，为什么？这些东西不出自性吗？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吗？只要你见性，自性般若智慧就照见这些事实真相，像心经里面讲的啊，照见无蕴皆空啊，事实真相全照全明白了，明白之后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这个才叫真正慈悲，真正救苦救难。他没得吃，你送一点吃的给他，没得穿送一点衣服给他穿，没地方住送房子给他住，没用啊，他出不了生死轮回呀！啊，你救济他一辈子，下一辈子怎么办？啊，又何况他还迷惑颠倒，他还造作恶业啊，这个就是佛菩萨，你造作恶业往下堕落的时候，佛菩萨对你也没办法，也不能帮助你啊。啊，所以佛啊，这是为我们表演示现教学啊，一生就做这么一桩事情，这一桩事情彻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，离的是究竟苦啊，得的是究竟乐。你说这个事业多伟大，人王做不到啊，天王也做不到，天王里面最高的，佛宝最大的，
大梵天王，色界天，啊，初禅天呢，摩西首罗天王，四禅天，娑婆世界里头佛报最大的，能不能解决？不能，啊，还是免不了啊，轮回。从这个地方你才看到佛是如何讲到究竟啊，选择这个行业啊，他所实现的啊，在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行业了，这个行业是他带头的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带着这一群学生，这一群学生都是修道的人，都是有志，可以说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都是想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这一群人啊，天天听释迦牟尼佛教导啊，说明啊，研究讨论啊，居然是49年没休息啊，这当中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的人很多啊啊，在佛门里面称为法身啊，那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入了佛陀的俱乐部了啊，没有其如的也逐渐接近了，辟支佛阿罗汉接近了啊，至少六道轮回是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那六道来不来呢？来，常来啊，来干什么呢？来度有缘人啊，没有缘他不来，他来了没事干，他来是度有缘人啊。什么叫有缘？能信，能解，能行，能证啊。那么这四种就是缘由浅深不同，能信的帮助他证信啊，他没有能力理解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佛门弟子就很多啊，有很多信佛的人啊，佛是什么不懂，这个是根基最浅的啊，佛示现在这个世界帮助他信啊，善根深一点的人呢，他喜欢听经，喜欢学教，他能解啊，虽然能解，他烦恼习气太重，他不能写，佛帮助他不舍弃啊，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，帮助他更深一层的理解，都是把他向上提升呐、啊，啊，帮助他了去落实。佛怎样帮助人落实呢？自己做，做出来给你看啊。其实我们晓得啊，现在读这么多经学这么多年，明白了佛已经证得大圆满了啊，证得大圆满，示现这个身相好像还从头学起
那你看八相成道不是从头学习吗？表演的，示范的，让这些有缘的众生看到之后就醒悟过来了。哦，做人应该要这样。啊，这样子过日子，这样子学习，才真正能达到究竟圆满。智慧圆满，功德圆满。佛有大智、大能、大福报，全部都奉献给一切众生。啊，智慧德能不自私。啊，福报不自己想，给大家想啊。唯有这样做法，不造业。这就是对一切众生的无与伦比的恩惠呀。几个人知道？学佛的人很多，知道的有几个？啊，世间人所争的、所求的，啊，拼命争，甚至于发杀人上火、放火。啊，总是想夺取，佛全部舍弃。啊，不是没有啊，舍弃，有，通通舍弃，舍弃。啊，做出这些样子来，我们看了之后，明白了，有的要放下。没有，不求了，不要了，身心清净啊，福慧增长啊，啊，增长真的是无量啊，啊，不比拥有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行了。不必拥有啊，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啊，不来的时候没有，来的时候也没有。绝不爱身心清净，绝不爱智慧增长，不生烦恼吗？啊，所以这个责罚了不容易啊，真是智慧啊！我们年轻的时候知道佛法好，知道佛法殊胜，非常向往，非常羡慕，想学习，也不懂得责罚啊，这就老师给我帮助。啊，方东梅先生介绍我《华严经》，我很喜爱。啊，李老师介绍我《净土》，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，特别提醒我学佛戒律重要。啊，那我这个行业，啊，出家弘法利生行业，
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。啊，我对老师有信心呐，不怀疑。如今50年过去了，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学佛到今年54年，啊，离开张家大师51年了，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。老师指的这条道路太正确了，啊，智慧的选择。若以妙慧善见啊，这个是则发贤智，即妙慧为因，不动智为果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若以慧有智起，即不动智为因，妙慧文殊亦为果故。这个不动智是根本智，就是般若经上常讲的般若无知啊，无所不知啊，其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，不动智是因啊，就是根本智是因啊，后得智就是果啊，啊，可见的确实是互为因果。下面长者还有话说，或智之于慧呀，总因总果啊，都可以说是为因呢，都可以说是为果。明体用一真无二法故啊，那么这就是佛法讲的如不二法门。因果二法了啊，不管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都是二法。禅宗你看六祖所说的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了啊，总因总果就是不二法了。一智之于慧也，总非因非果，为体无本末，依诸所得故啊！体无本末，依诸所得故，这里讲了三桩事情体是法性，法性没有本末。那我们讲根本智后得智就有本末啊，发现没有这些名词术语，想法看法说法全都是佛诱导众生其如法性的善巧方便。佛法是方便法，真实法呢，真实法说不出来啊，真实法就是此地讲的体啊，我们现在必须要用方便法引导我们做真实，所以你要懂得体上法性上没有本末
啊，我们前面讲的更彻底、更透彻，发现没有执着，发现没有分别，发现没有起心动念。注意想想看，如果说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哪有这些东西啊？啊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惹尘埃？这是六祖能大师说的。啊，般若经所讲的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是心法界自在之见。心是自信，也叫真如，也叫如如，也叫第一义谛。啊，佛讲的名词很多很多，不要执着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